奇葩老外对自行车简直就是心之专属啊，啥都能和他霍霍一块去。那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钢铁滚筒，咔咔就往后轮上装，这一脚踩下去简直就是放飞自我啊，看着都觉得超级搞笑。还有用五双椰子鞋来当轮胎的，我的妈，骑出门回头率300%，完全就是该上最靓的仔。可这帅气拉风是有了，看着钉子穿透鞋子的画面还是觉得肉痛啊，也真是有钱任性。而今天这小哥更是奇葩，俺买不起车就算了，方向盘总买得起吧，要是把汽车方向盘装在自行车上，又是个什么神奇体验呢？在旧车厂淘来一个方向盘，将其表面都给扒拉干净，就立马开始霍霍，转眼就把新买的自行车龙头两边的把手用电锯给咔咔全部锯掉，然后将方向盘给安装上去，又是一顿电光火石的焊接固定，那操作简直相当娴熟啊，一切就是如此简单粗暴。很快一辆造型独特的自行车就诞生了，急不可耐地踏上去体验，耶嘿，这感觉有点奇妙哦。刚开始方向有点不好控制，可熟练后简直溜到飞起啊，甚至还可以放手骑，在自行车上过开车的瘾，感觉也是超刺激啊。见多识广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感谢的观看，比心。